南陀所翻译之七卷本，以及为佛光出版社所编纂之《中国佛教经典宝藏精选白话版之《楞伽经》之使用版本。四，《易经》作品当然受翻译者之理解程度及语言能力之影响而有差别。 因此，一部中文佛经在哲学理论的认识意义上，应该是一部印度佛经加上中文译者的哲学作品综合体。因此，本文所述之《楞伽经》，者实为时差南陀所传译之《楞伽经》，以它的文字为基础所展开的知识探究工程。 时差南陀版一般被认为文字较为流畅易懂，但也有因此被批评者。五，由于作者其实是站在整个佛教哲学体系建构的用心上来研绎《楞伽经》的，因此流畅易懂也就成了作者选择以为讨论的版本因素。 重点在了解所论名相之知识意涵，而不在钻研理论著作之翻译版本之词汇同义。不同版本间纵有名相转译之详书篇正之分别，却不应有根本之实主旨之差异。